小子，把图交出来，我就可以饶你一命。 怎么回事？年生，师傅，你们去看看。是，我们去那边。 快！
么严重，去拿水。是师傅，去把疗伤药拿来。是。水，师傅。喝水。师傅。加藤先生，那个小子逃往明光寺，惠子小姐正在带人追赶。明光寺，是，千真万确。立即召集所有人手，带上武器，跟我杀上明光寺。方丈，我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。啊，云僧徒残图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对，我是在日本人的办公室发现的。看来加藤浩二回到天津了，都过去20多年了。他还想找回剩下的残图。父亲，那个人逃向了明光寺，里面暗藏武术高手。先生，你赶紧护送李先生从后山离开。不，师父，我不走。哎呀，念生，你一定要护送好李先生，保护好云松图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图落到日本人手里。为庸，没想到你躲到这里了，怪不得我到处找不到你。时隔20多年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，你若不知好歹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施主请便吧。聂生，快！聂生，快，快走！师父他们现在太危险了，我得回去救他们。聂生，当务之急，我们要把云松图和情报给送出去。你别劝我了，师父对我的养育之恩，我聂生没齿难忘。倘若我未能苟活于世，将师父的生死置之度外，那才是大逆不道。聂生，记得吧？五位师父再三叮嘱你。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回去就是等于送死。我不管。聂生，李先生，来，我背你吧。赶紧找个隐蔽的地方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，我背你。我们去那边。好。你没事吧？你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帮你找大夫。聂生，你听我说，你背着我，咱们两个谁也走不了。这个情报关系到天津卫乃至整个华北的存亡，你一定要记住，这个包里面有一顶帽子，明天中午你赶到永兴码头，帽子里的纸条会告诉你怎么做。如果你没有找到要找的人，后天辰时
你赶到福美路，福美路的福运茶楼，记住了吧？那里自会有人跟你联系。聂生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你不是孤儿。你父亲叫白兆仁，当年为了守护云松图，和你母亲一起惨死在加藤浩二的手中。我不是孤儿，你们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聂生，时间紧迫，我不能告诉你太多。可眼前大敌当前，你手中的云松图也是一部分残图，你一定要找到其余的部分。作为中国人的后代，你有责任保护好民族的财产，绝不能让它落入外人之手，你记住了吗？如果我有幸还活着，明天中午咱们码头见。李先生，聂生，快走，你快走啊。在那边追。把云松图交出来。我已经在永兴码头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他们有天大的本事，查翅也难飞。昨天和我交手的那个年轻人功夫了得，情报会不会在他手上？你还记得此人的长相吗？记得。如果情报在他身上，明天他一定会将情报送出。你们盯好码头，此人一旦现身，杀！嗨嗨。聂生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你不是孤儿。你的父亲叫白兆仁，当初为了守护云松图，和你母亲一起惨死在加藤浩二的手中。加藤浩二，你杀了我的父母，现在又杀了我的师父，我一定要你血债血偿，不报此仇誓不为人。李先生放心，我会照你教我的去做，明天中午去永兴码头把情报送出去。哎呦，在这儿呢！来，您看看这个吧，多拿一个。哎，包子啊！号外号外，要煮卤肉包子。号外号外，来来这边请啊！哎，号外号外，哎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。卖报卖报。
日本人又在闹事，这不是我爹的地盘吗？他们也敢胡来？要这些巡捕房是干嘛用的呀？天津的日本人很多吗？是啊，最近特别多，他们可嚣张了，可恶的日本人！别动！我说你们干什么呢？啊！都给我住手！ 说你呢！住手！哼！都带回去！等等，我们可是日本人。哟，日本人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谁敢在这儿闹事儿啊，都给我抓回去！ 别跑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看这怎么办呀？还愣着干嘛？追呀！走走走走走！难道前面出事了？啊，你慢点开，小心撞到人。天津这事怎么了？这么不太平？是啊。 最近一直都是这样，我爹说日本人心怀鬼胎，让我离他们远一点。尽量少惹是非。今天呀，要不是有老吴陪着我，我爹都不让我出来接你们。哎，小心！ 不要命了！
走，这边。小姐吗？好像是。哎，快去呀！孩子，快去！走，我们撤。不好了，日本人已经把这都封锁了，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接头的人。去吧。好，走。先生，您来了，里边请。哎，走，哎，里边请您。哎，先生，您慢走。来，这边坐。这边吹，哎，点吹。来，坐。您来点什么？来杯茶。好嘞，上茶。下次一定感谢啊。哎，小二，上红茶。好嘞。哎，好
让你吃，我让你吃，吃，吃完东西不给钱，啊？你还敢吃？你还敢跑？我让你吃，吃啊！啊！给我吃，全吃下去，啊！吃呀！啊！大爷，爷，那我。去你的！他偷了我们的馒头，没给钱。他偷了你们的东西，固然是他的不对，但你们能不能放了他？你给钱啊？拿着，走，走，滚，走，走，滚，快，快，大哥，多亏你了，大哥，谢谢啊，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在那儿，快追，别跑，站住，站住。天津城防司令部，天津全城实施戒严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违令者军法处置。现在开始，所有人就地检查，城里人有身份证件的可以放行，其他人员全部带走。我爹是这儿的司令，以后我不许你们在这上厕所。我管你什么司令不司令的，我们是黑龙会的，我想在哪儿方便就在哪儿方便。瞎了你的狗眼！嗯，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小姐，放开我！
这家餐厅，是，走。出来，出来！快开门！快出来！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出来！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出来！哎，别推呀！哎，守住被窝，干什么呀？里边人出来干嘛呢？大呼小叫，敲敲敲敲敲敲什么敲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小姐您在这儿？哎，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？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啊，逃犯逃进了这家餐厅，我们在搜查。逃犯啊？那你赶紧去找啊，好好找，快去快去快去、啊、快去啊。啊，是。刘参谋，啊！哎，你让他们两个站在门口，我可不想再被人打扰。嗯，嘘，小点声。啊！你们两个保护好小姐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多吃点啊。他们都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都听你的？反正不会伤害你，问那么多干嘛？哎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呢？嗯，姑娘还是不要问了，反正我也不是逃犯。可是现在，军警正在全城搜捕，你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，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，你怎么能行呢？如果再被军警抓了，真把你当凶手了，怎么办啊？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要能杀了加藤浩二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管了。嗯，加藤浩二，黑龙会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听我爸爸提起过。哎，如果我帮你找到加藤浩二的下落，怎么通知你呢？还是不劳烦姑娘了，之前的事让姑娘受伤，
我已经很愧疚了。哼，姑娘姑娘的，人家有没有姓，干嘛老叫人家姑娘？我叫韩美玉。我叫聂生。对了，我想去趟北港巷，你知道北港巷怎么走吗？北港巷。北港巷就在那边，你自己小心啊。麻烦你了，姑娘。谢谢你送我的衣服。嗨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哦，对了，劝业场那边有个卖胭脂水粉的，叫秀香堂。如果你有什么口信的话，可以在那留给我。哦，还有啊，如果有人为难你的话，你就跟他们说，你是韩司令的千金大小姐的朋友，就不会有人为难你了。知道了，那我们就此别过。嗯。哎，等一下。不客气。再见。二楼今晚有贵客，不开放，行吗？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快走！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给我上来吧！放开我！老实点！干什么？干什么呀你们？快走！放开我！啊！老实点！快点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别过来啊！听老鸨子说，你还是个贞洁烈女呀！哼，老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来，让道爷伺候伺候你。干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老实点。你们先走啊！是，就这个。山哥，给我抓住那女的！行，来。
跑了。追！你的脑袋，我自己找的，快走，快走！李先生下落不明，日本人穷追不舍，难道此图真的是亿万财富的藏宝图？记得师父说过，我的身上纹了一幅山水图，我感觉和这半幅图有关联。这图和我的纹身一模一样，但这只是半幅图，另外半幅在哪儿呢？我的纹身又是谁纹的呢？兄弟，大哥，来，简单弄两个小菜，你随便吃啥。实在太感谢了。哎，别客气，快快快，坐。啊。大哥，你的头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兄弟，就你这身武功，真是让我佩服。既然咱俩结缘，是咱兄弟的缘分。来，我先敬你一杯。哎，大哥，小弟从不饮酒。嗨，这男人哪能不喝酒啊？我先干了，你略表心意就行。哎，大哥，好，果然是性情中人。孔某人没有看错你，来吃菜吃菜。啊，你也吃。不要客气啊。哎，怎么了兄弟？我头好晕。没事吧？大哥，那我先休息一会儿。啊，来来来来，我扶你啊。慢点啊！啊，来，进了大日本帝国的人。嗨，加藤先生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抓住那个中国小子，不会让您失望。哼，加藤先生，您要的东西找到了。
当先生，人呢？里面。说他可以睡到明天中午吗？是啊，不是。加藤先生，你可要相信我呀！我为了你才上钩，我可是费了不少心思。你看我头上的伤，到现在还砸得晕晕的呢。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孔先生，我绝对相信你，辛苦了。父亲，孔先生的家墙高三米，此人不借用任何外力就能轻松翻过去，可见此人身手了得。再了得的人跟大日本帝国作对，都是必死无疑。还好我在路上看到了你，如果让日本人或者警察看到你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太厉害了，要是我有你一半这么厉害，我也不至于这么惨。谢大哥又救我一次。我叫黑娃，你怎么称呼？在下念生。那我就管你叫念生哥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些宪兵警察还有日本流氓，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？我被人陷害了。哎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是趁他们不注意逃出来的，可是我妹妹还在里面。那个是你妹妹啊？她怎么被抓到那种地方去了？都怨我没本事呗。我爹欠了东家的钱还不上，东家就派人把我妹妹给抓走了。后来我听说他们卖给了人贩子，我就一路从乡下追到了天津，四处打探，已经找了快一个月了，没想到他们把我妹妹卖到了那种地方。他们人多势众，这样硬闯没有用的。我不管有用没用，大不了我豁出这条命去，也要把我妹妹给救出来。大哥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在这儿等我。哎，侯爷，您看妞儿 啊，怎么样？我们今天新找的啊。要命的话，别出声。这位英雄是谁呀？高姓大名啊？啊，
懂，江湖救急是吧？来，都拿走。我不要钱，我要人。哎，原来是要人啊。早说呀。我不是要你，我要的是那个叫秀儿的姑娘。大英雄，豪门夜总会漂亮姑娘有的是，干嘛非得要那个秀儿啊？不要啰嗦，把人给我带来。如果秀儿身上掉了一根头发，我要你加倍奉还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这豪门夜总会啊，那可是忠义堂堂四爷的场子，你这不是明摆着跟忠义堂的堂四爷作对吗？我管你是堂四爷、堂五爷还是堂六爷。你跟我过来。走啊。你要的人带来了。告诉那个叫什么四爷的，我叫白念生。在那儿。兄弟，天津不是你的久留之地，我看还是带秀儿先回去吧。念生哥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我和秀儿现在已经无家可归，以后我就认定你了，你只要一句话，我黑娃赴汤蹈火绝不含糊。如今秀儿甘愿为你做牛做马，你就让我们留在你身边吧。好好照顾你妹妹，有事来北港巷找我，我先走了。父亲，我们刚刚得到消息，那小子来豪门夜总会救走了一个姑娘。是谁？是前几天刚刚卖到那里的名妓女。查查他们有什么关系。你小心点。嗨。念生哥哥，我答应过帮你找加藤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跟着我爸爸，他会带你到加藤那里，不过你可千万别胡来。加藤先生，为了抓捕一个小小毛贼，
你又是请吃饭，又是送礼的，这是何必呢？韩司令，此人手上沾着血案，而且手段残忍毒辣，如果不早日捉拿归案，恐怕天津城内不会有安宁之日啊。据我所知，这明光寺的方丈被杀，充其量就是一个图财害命，并非加藤先生说的什么外交事件。我现在在想，难道这里面还有一些别的什么秘密吗？啊，实不相瞒，明光寺的无为方丈跟我是多年好友，我们都对书画情有独钟。多年前，我偶然得到一幅明初怪才竹池散人的画作，花重金买下后一直寄存在无为方丈那里。上次跟韩司令说的极为重要的物件就是这幅画，没想到歹人为了得到这幅画，居然害死了无为方丈，所以我必须抓住此人，找回画作，否则我心难安呢。加藤先生，中国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叫穷寇莫追。啊，还有一句古话，叫狗急了还咬人呢。你说，这两天凶手四处作案，连连伤人。我城防部队为了你的私人恩怨，已经在大动干戈。你说，这杀鸡何用牛刀啊？我明白，只希望韩司令继续戒严，捉拿凶手由我的人处理，还望韩司令能大开方便之门。哎呀，韩司令，我听几个日本侨民说，大小姐和那个通缉犯是好朋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女儿跟那些人能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我也只是听说，如果大小姐能提供线索，有助于缉凶。韩司令，就看您怎么出手帮忙了。